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他们隐藏起来。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但他们仍然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：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们不能相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神使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好他们。以赛亚说这些话，是因为看见耶稣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的。虽然这样，官长当中也有许多人信了耶稣，但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，他们不敢公开承认，免得被赶出会堂，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耶稣大声说：信我的不单是信我，也是信那差我来的，看见我的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是光，我到世上来，叫所有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人若听见我的话却不遵守的，我不审判他，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，而是要拯救世人。拒绝我又不接受我的话的人，自有审判他的。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定他的罪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说话，而是差我来的父给了我命令，要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我所讲的正是父吩咐我要我讲的。